家好，我是 Cindy，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 Cindy 夜话 Work 系列基础教程。本次课呢，我们将要学习另外一个知识点，叫做函数。函数呢，跟存储过程很像哈，它也是通过名字存储在 Work 中的一种数据库的对象，而且是可以通过函数的名字去重复调用的。函数呢，分成 Work 预定义好的函数以及用户自定义的函数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第二章中哈，曾专门学习过 Work 已经定义好的函数，比方说字符串函数，再比方说数值函数、初学函数哈，还有日期函数、转换函数、 NVL 函数等等。那今天我们将要学习什么呢？我们会要学习用户自定义的函数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自定义函数的语法，到底该如何创建一个用户自定义的函数呢？首先看一下自定义函数的语法，也是 create or replace， 但是呢，跟存储过程不同的是，它不叫 procedure， 它叫 function， 然后是 function 名字， function 的名字之后呢，跟的是小括号，也是参数哈，参数列表，参数与参数之间用逗号隔开。紧接着参数之后有一个非常关键的 return 子句，这个 return 子句呢，代表整个函数必须返回的一个值的数据类型。接下来 is、begin、end， 这个就是函数体的部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写一个函数的实例哈。create or replace function FNE， 然后括号参数 eNumber 吧 varchar2， 接下来 return 什么呢？ return varchar2， 说明呢我这有会有一个返回值哈，这个函数有个返回值，返回的是 varchar2 类型。接下来 is begin and select， 这样子吧， is 之后还是定一个 emp lem， 然后是什么类型呢？是 varchar2 类型。 select elem into emp lem from emp 表 where emp number 等于 e number。好熟悉的一句话，好像上次我们在讲存储过程也是用的这样一个案例。接下来呢，如果得到了这个值，我就 return elem，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 exception， 好 when others than dbms output 点 put line 出异常了。OK， 到这里为止呢，我们这个函数就创建完毕。执行一下，在左边的 function 里面出现了一个放一，结果发现有错，一把红叉是错，怎么办呢？右击选择编辑，在这里是看不到错误的。我们进入编辑模式，他说我必须声明一个标示符啊 ，elem 原来是因为我 return 错了 ，emp lem 必须是 return 这个变量的值，而不是这个列名。好，接下来选中也行，不选中也行哈，点击这个执行。好，错误已经全部取消掉了。functions 这个文件夹下的放一函数这个叉叉也取消掉了。好的，这个呢，就是在 PLCQ 中用来调试哈，调试这个 function 的一种做法，右击选择编辑。同理 procedure 也是一样的，进入编辑窗口的话呢，它会提示一些错误信息，你会可以根据这种错误信息来调试你的函数或者是存储过程。好的，那这个函数调整完毕之后，当然我们这里发现这也只是一个创建函数的语法，那我们该怎么调用这个函数呢？同理，来到 SQL 窗口，自己去写一个，好像开错了，打开一个 SQL 窗口，
自己来写一个 declare， 好 ，begin and declare begin and， 看一下这个该怎么调用呢？调用函数也是放一，给个7369，有个返回值。Declare Elam Watcher 20。接下来，怎么做呢？我想想看，我可不可以直接这样啊？我都不需要这个声明。DBMS output 点 put line 放一7369。分号在最后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是我直接输出放一括号7369的值，这个值实际上是这个函数的返回值，它 return 出来的值。好的，执行一下看看，输出啊，果然是 Smith 2。好的，这个就是函数的使用，函数的调用。调用函数实际上跟过程一样哈，也是通过函数的名字，然后括号给参数。那这个参数肯定默认都是输入参数。那函数在执行过程之执行完毕之后哈，执行完整个函数过程，执行完毕之后会抛出，会返回出一个值。就是它 return 出来的这个值，这个 return 出来的值呢，我们是可以直接调用的。好，接下来的话呢，甚至我们还可以这么做，对不对？放一7369 from doer 哈，虚表就一行数据，看一下，哎，出来了，果然是 Smith 二，这跟我们用字符串函数是差不多的。Select 放一括号给个参数，这个参数执行一次这个整个 function 的过程体，然后捕捉它的返回值，并将这个返回值输出出来。好的，这个就是 Oracle 中自定义函数哈如何创建以及调用的示例演示。那到这里为止呢，我们本次课就结束了，下次课再见。